后由二楼的明火型浓烟都窜出了，然后有延烧到三楼的情形发生。那我们得知哦，二楼有一名男性哦，然后受困在里面的卧室。那我们全力抢救之后，很不幸哦，在男性发现在最底层的一个卧室里面，并且仰躺着，已经呈现了呕卡的状态，有的心肺功能停止状态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紧急送医哦。那整栋的部分哦，在三楼、四楼哦敲门都没有人回应。那五楼的住户有两大一小哦，在现场评估来说，我们就地先行避难。那刚家属来的时候，趁着这楼梯哦还有安全的状况之下哦，由家属哦还有我们消防人员陪同哦到五楼，然后将他们先接下来哦。所以我们总计现在疏散的人员是两大一小，那现场还有一名是二楼的一个呕卡的患者。我叫人走啊，人讲，妈的紧啊，走啊，较紧！我家烧起来了，电视都爆了，安尼，我写出来看，伊足大啦，我紧卡119，我也唔知要卡倒位，我就卡119，我先卡119啦，啊，就报案讲，阮隔壁火烧厝啊，明白？